台首创的女力探索展在南港瓶盖工厂登场，主办单位希望透过第一届女力节以自定义为主轴发展的讲座、互动测验、市集、娱乐展演，让来宾体验思想独立、经济独立、行动独立的意义。女性可以充满智慧，不用担心收入，不用依赖旁人，就能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完整定义自己的人生。比较关注女生努力这个部分是，就是女生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，跟她的经济生活是可以独立，然后希望就是事情也可以像板上面的女性可以有的发展这样。在女力学院中，期盼女性成为自主独立的人，让女性的成长更加显著，创造自信与自己喜欢的自己。过去在女力学院80%的成员中，皆能感受到令人拥有归属感、仪式感、互动感、安全感、价值感，进而有自信成为更喜欢的自己，成就更美好的自己，并且期待自己也能成为集结勇气、智慧、美丽于一身的新时代女性。公民记者刘巧文，南港区采访报道。